北港妈祖病院和卫生福利部合作举办一个关顾儿健康照顾计划，让出外打拼的子女是说会当随时来掌握到厝内长辈健康。独居长者也会当透过病院和卫生所以及各社区医疗院所登记点来帮助记录血糖、血压，并且随时来传上网络，提供给家属和病院随时了解因的状况。目前在北港和水南、元江等景点已经有400多位老大人来加入这项计划，希望在病院和政府的合作之下，让长者会当得到更加好的照顾。现场志工替长辈量血压，一边提醒伊要来注意身体健康。北港妈祖病院院长吴世金亲身解说远距离照护的方便性，来给大家知影，希望会当有更加侪人加入这项计划。会当参加这哦，是足欢喜的。好，遮为遮老人哦，大家足照顾遮老岁仔，反正啊个真好啦。嘿嘿。啊，你那里有血压无？有血压嘛，你讲有较悬。血压嘛吼，感觉讲。饭堂啊，拢伤低，啊饭堂啊，迄落爱讲后日，我若去妈祖病院，咱若甲讲，伊会转达予咱，予咱知影。即卖透过网络也当照顾着长辈，不管是伫厝内还是病院，量完血压、血糖，随时会当透过网络平台来记录。家属也当第一时间了解到是大人的身体状况。今仔足侪是大长辈吼，拢来遮透过我们这个医疗的照护吼，啊，结合我们北港妈祖医院由我们吴院长、吴锡金院长吼所带领的医疗团队，来到我们这个老胡朝里社区哦，这个老人食堂来遮甲遮是大人吼做一个身体健康的一个基本的检测。4年前，刘立伟我们帮我们争取的这个计划，它主要就是借一个科技的平台。但是我们知道科技的平台是冷的，所以我们是结合人的温暖的照顾，然后我们再加入那个家的概念。老人的身体健康真正要来注意，这摆的远距离照护计划也伫四湖、水南、口湖等10几个所在设立关怀服务的据点，让厝内无识别的长辈也当来照顾着健康。现场有热心的志工人员来帮长辈服务。对今年开始吼，才会找开始，收完总共400几件。以400几件都有发到250几件的这时段吼，配合的这个收缩压超过140是偏悬的。啊，经过发觉、了解、治疗以后，有效改善啊，超过要到58%吼，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成果。目前昆林地区已经有400多位长辈参与这项计划，血压、血糖的数字也拢控制了真好，希望未来会当有更加侪人来加入，改善偏向医疗的环境。记者江怡、陈建华采访报道。